近日，王元继作为语文期末作业和政治教科书考点以后，又一次登上了考卷，只不过这次是物理考卷。有粉丝表示，我做着做着题就看到元哥了，好开心。更被粉丝调侃到，王元一个被各个学科盯上的孩子。网友表示，这是真正的教科书级别的爱豆。You